好，那么我们进入第六课的课文部分。我们从语法中就能语法那个环节，是不是体会到这一课的课文可能是一篇那种记叙文，是吧？我们这课叫什么 ？Final de jornada， 一天结束。当然，这个文章呢是一个小说那种东西的节选部分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片段可能有点没头没尾哈、啊，大家就是尽量感受就可以。而这里面呢，它那个逻辑有的地方也很乱啊，就是我读这个文章的时候，我读了好半天才读那个稍微通顺一点、啊。所以大家也可以体会一下，看他们的文学作品是什么样子的啊。这个读不懂不用太担心，因为他我们读一个文章嘛，我们中文给你截一段那个什么文章出来，你有时候也读不懂是吧？这个西语就更不用担心了，你就是理解他在说什么就大概就可以，然后看一些用法主要是哈。好，我们来看，说 Madre denos de merendar， ahora voy a esperar un momento， 说妈妈给我们点吃的吧 ，de 啊就 dar 是吧 ？dar 给我们点吃的吧啊，说啊马上来 ，ahora voy 这个 voy。我们 boy 是不是说去的意思、啊、但是西语中经常说他是要来了，比如说有人敲门，你说 ya boy 或者是 my boy 或者是 boy， 就是说啊我来了，我来了是吧？啊，他不一定是去，就是我马上来，马上好啊。Espera un momento， 你们等一小下。La madre cerraba el grifo para que el agua no fuera a rebosar. Escurría la ropa que tenía entre las manos, retorciéndola en gruesos gortelones.de los que brotaban cascadas de agua。 嗯，有点不顺啊。说什么？妈妈呢？关上水龙头 ，grifo 水龙头哈、啊。为了什么呢？为了这个水不会怎么流出来，不会溢出来哈、啊，不会流出来哈、啊。那个不要了，巴拉给后面虚拟式不讲了哈。下面还有什么？把衣服弄干，然后呢怎么样？他这个衣服呢，相当于 tenía la ropa entre las manos 是吧？衣服呢在手中，并且什么？retorciendo la， 把这个衣服正在拧成什么样 ？en gruesos cordones， 把衣服拧成了粗绳。那拧衣服嘛，很形象是吧？好 ，de los que， 在这个粗绳里面呢，怎么样 ？brotaban cascadas de agua， 是瀑布般的水流，就是流出很多水来。那挤拧衣服嘛，肯定流出很多水是吧 ？cascadas de agua， 你不用非要翻译成瀑布般的水流，你就说流出很多水就可以了哈。好，继续 ，daba con la ropa unos golpes pausados。firmes sobre la tabla de lavar, la colocaba abierta, blanca, jugosa de agua limpia en el balde. 好，什么？大家用这个衣服来 dar unos golpes 是吧？就是拍几下。pausados 缓慢的啊 ，firmes 坚定的啊 ，sobre la tabla de lavar 在搓衣板上就啪啪啪拍这个衣服哈、啊，然后并且呢把衣服摊开是吧 ？la colocaba abierta 就把衣服摊开，然后呢，衣服白白的，是吧？胡过伞还是什么？就是有很多水。de agua limpia 就类似于留下很多干净的水在什么桶里面哈。下面 se secaba las manos que quedaban rosadas y aún parecían resumar agua fresca. Abría la alacena y sacaba el pan y el tarro de la miel. 好，他什么 ？se secaba las manos， 他把手弄干。为什么加个 se 呢？因为就是我们家身体，我们是不是说我家身体器官那些，我们往往会把这个动词变成自负动词，是吧？其实就是把手弄干，但是我们不说 secar sus manos， 我们说 se secaba las manos 哈。好，继续。然后呢，他的手怎么还是粉红色的，并且 aún 变成 aún 什么意思？叫 todavía 的意思，就是仍然好像什么 parecía 好像是什么在渗出冰凉的水哈。他打开了 alacena， 打开了壁橱、柜子什么的。并且呢，拿出了面包和蜂蜜罐。下面 ，No era que esto de tarro de la miel ocurría todos los días. Ay, no, ocurría en realidad muy pocos días, o menos en ocasiones señaladas, en los días del santo o cuando había algún otro motivo especial de alegría en la casa. 好，说 ，No era que esto de tarro 就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我们来，如果直译的话，字面直译就是说。这个就是蜂蜜罐这件事儿哈，就是说可并就是天天发生，可并非如此，也就是说，蜂蜜罐可不是天，看翻译吧，蜂蜜罐可不是每天都会拿出来的，就说他不是拿蜂蜜罐吗？前面就是说蜂蜜罐可不是每天都会拿出来的，好，就这意思，好，或者说，哦不，怎么说？事实上 ，en realidad， 事实上怎么样呢？是几乎只有几天才会发生 ，ocurría， 就只有几天才会发生哈，怎么样呢 ？los menos 甚至更少哈。只在哪儿呢？只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现在拉倒可以，现在拉倒可以理解为是有特殊的这种情节啊，情形啊，在特殊情形下才会拿出来。比如说呢，在那些什么就是圣日啊，就是那些圣明日，那些
那个节日哈，又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 motivo 表示原因理由，有些其他的缘由怎么样呢？特殊缘由，其他特殊的什么高兴的缘由在家里哈，哎，就是说那个罐子不常取出来，只在某些天，比如有些什么节日或者是特殊的理由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哈，这个意思。Entonces, ¿qué algarabía la de los niños, la de los chicos? ¿Qué saltos y qué batir de palmas? Y la verdad era que luego ya de mayores comprendía que no era para tanto. 哈，有点悲伤，忽然情绪一转哈，我们来看。Entonces, 也就是说 ，¿qué algarabía la de los chicos?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喧闹，如此的喧闹哈，以及 ¿qué saltos? 哈，就是这么多就。这么的蹦跳着哈，这么的击着掌，就是拍着手掌哈，把地那巴了嘛，哈，这么的拍着掌，好，然后呢，但事实呢，事实上是什么？哎，拉给之后呢，ya de mayores 什么意思？就是长大了，长大了以后呢，他们理解说什么 ？no era para tanto 就是 no ser para tanto 表示也不至于如此啊，并不至于如此的快乐。no es para tanto 比如有人说。啊，你是不是西语？你西语怎么说这么好？你说啊 ，no es para tanto， 没有，不至于这样了，不至于这样了哈 ，no es para tanto， 不至于如此，不至于如此。继续 ，pero de niños era uno de los momentos de mayor alegría que recuerdan de una alegría rebosante, contagiosa, mágica。哈，但是呢，作为小孩子，作为小孩子怎么样呢？这是什么？一个那种时刻，什么时刻？最高兴的时刻。给外国的是他们所记得的最高兴的时刻之一哈，最高兴的时刻之一什么是一种什么洋溢的快乐 una alegría rebosante 洋溢的快乐，是有传染性的那种神奇有魔法的那种快乐哈，就非常非常快乐呗哈。Hey man, si ellos de pequeños adoraban a aquella madre mágica, la habían querido siempre, la querían ahora que ya estaba vieja y no servía para nada. Eso,¿Quién podría dudarlo? La habían querido siempre y a su padre también. 哈，说是的，他们呢，小的时候 ，adorar 就是崇拜或者超级爱谁啊？崇拜谁？崇拜那位母亲，崇拜那位什么神奇的母亲哈？什么呢？他们一直爱他，他们一直爱他啊 ！Siempre 就是用这个完成时加 siempre 表示一种，就相当于一直啊，并不是说不爱了，他们一直爱他，一直爱他，怎么呢？他们爱他，现在也是。即便呢 ，ya estaba vieja， 他尽管他已经老了哈，啊，应该是这么断。la quería ahora que ahora que ahora que 有这种就是转折的意思啊，就是说他们爱他，啊，就是这里面还是不准的，还是这样断嘛，还是说他们现在爱他 ，que ya 就是表示一种现在爱他，然后呢，现在呢他已经老了哈，已经 no sirve para nada， 经常这么说，就是可以指一个东西。No sirve para nada， 可以说一个东西没有用。那这里面主要就是说，他妈妈已经做不了什么事情了哈，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这是翻译成还是现在也爱哈，就是说，即便他已经老了，他也爱哈。好，而 eso 就是说他们爱他这件事情呢 ，eso 又有谁是能怀疑的呢？没有人怀疑，因为怎么样，他们一直爱他，也爱他的，就孩子们一直爱他，也爱他们的爸爸哈，也爱他们的爸爸。好，你有谁能怀疑呢？继续。Porque sus padres, los dos, ha, él y ella, cada uno en lo suyo se habían desvelado por ellos. Ella en la casa, en las faenas, teniéndola alegre y limpia para todos. 好，说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呢 ，los dos， 我记得后面好像每次都好像经常用这个 los dos 指他们的父母哈，稍微注意一下。这两个人呢，就是爸爸和妈妈，怎么样？每个人呢 ，en lo suyo， 在他们的这个部分吧。Se habían desvelado por, desvelarse por, 为什么这么操心是吧？操心 desvelarse por, 为了他们，也就是孩子们操心哈。妈妈呢，在家里面，在这些工作中 ，teniéndola 也是这个 la 指什么？指这个家啊，这个 casa， 让这个家呢又高兴又欢乐又干净啊，给让所有人，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高兴而干净的家哈。而他们的爸爸呢？而 él 呢 ？Fuera de la casa。Trabajando él solo para sacarlos adelante a todos ellos y comprarles zapatos y pantalones y vestidos y mandarlos al colegio a que aprendieran las cuatro reglas. 好，说他呢 ，fuera de 在什么之外，就是在家庭之外呢，工作他自己一个人，为了什么 ？sacar adelante a todos ellos. 啊，当然他加了个 los 没问题，就是再指代一下嘛，尤其是这种。
就是隔得比较远或第一次出现的，都可以加一下这个 los 来指代一下哈。Sacar adelante a dos hijos， 就是说养孩子们，养孩子们，抚养孩子们，是吧？他一个人工作来抚养孩子们，并且给他们买鞋子、裤子和裙子哈，并且 mandar 送啊，把他们送到哪儿？送到学校啊，给就送到那个地方，在那儿呢可以学习这个四则运算加减乘除，就类似于在学校学习哈，咱们说啊，他说成在学校学加减乘除这样子。